南投国中里面的那个球场的部分哦，这个因为球场塌陷已经有多年啊，因为南投市的这个球场对于我们南投市的不管是青少年学生或者是成人们一个很重要的篮球运动的场所哦，所以也需要这个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协助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那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内可以希望尽快完成，让我们南投市有更多可以有这个运动的一个场所。